大家好，我是东北爷们儿，溜达一圈才回来啊，一走走了大半天，四点钟出去的，现在是两点，溜达四个多小时。农村这点就比市里好点哈，能挨家串门。今天我们家这边的气温不算太低哈，刚才我看了一下这手机里的天气预报，现在外头的温度我们家这个清源县，零上三度。刚才我回来这一道给大家都拍了，基本上那个我们家这边吧，四家得有八家就是支这个大棚，保暖大棚啊。我们这边的东北农村的一种就是取暖保暖的措施，就是扣这个大棚。前些日子吧，我也拍了这个视频，我家支大棚的，我说那个我家这个大棚里的温度能。就是天头热的时候能达到30多度，就是有太阳。有的朋友不相信，一会儿我给大家照一下子啊，我家那大棚里正好有温度计，看看里头能有多少度。现在外头的温度不是零下，也是零上30度，看看大棚里能有多少度啊。走在这个有阳光的地方吧，还不感觉冷。现在一走到就是后面的房后的背阴的地方哈，还感觉就是虽然是零上，但是感觉也很冷。我妈捡的稻穗儿啊，前后大棚老好了，阳光暖棚啊。看一看啊，温度计搁在这个位置呢。看看多少度？马上到30度呗哈，现在是已经是2点多了，如果要是正当午的时候更热啊。看看这边的窗户都开着呢，我家这边的窗户也开着呢，底下的都是我妈储存的冬储菜大白菜。现在就是天都还暖和，不能下菜窖，等到这两天气温一低了，给这白菜基本上都就下菜窖了，因为天都暖和，下菜窖这个菜爱烂啊。耳听为实，眼见为虚哈，这回朋友们能相信了吧？里头确实得有30多度，要是热的时候得有达到36、37度都得。基本上这里头就是，你像我那个中午洗头4点来钟搁这里头洗头就光膀子，一点都不冷，就是开门不行，一关上门这里头老热了。但是就是太阳一落山的时候，就是一没有太阳的时候，这里头就冷了，基本上就是跟外头的温度不能说相反，但是也差不多了。假如说外头的温度落太阳的时候能达到5度在大棚里头心里就是7度8度，能比外头高个3两度。但是如果一旦太阳一出现，一有太阳的时候，它这个大棚里头和大棚外头的温度就得相差个27、28度，多的时候总能相差个30多度啊，就是它俩的温差。大棚一搭上里头好，晚上我妈要煮饭要吃饭了啊，整的什么？姑娘，拌点芹菜。拌芹菜啊？嗯。马上煮饭了啊，吃饭。一天农村小生活，冬天没啥事儿，就是溜达，完事儿东走走西进进，一天8点来钟亮天，晚上4点来钟就黑天了。东北农村小生活，拜拜。